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管。你是不是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快点说，叫啥？你看，哎呀，告诉他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告诉他。啊？你叫什么？阿哥。你叫那个男人。那个男的，那男的。你叫我就叫姐夫就行了，不用叫名字了。叫名字你也记不住，我名字都是好几个字呢。你说呀。你记不住的，你就叫我姐夫就行了。你说都不说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两个字就能 OK 了，我就叫你小姨妹嘛，就简单，对吧？什么鬼？小姨妹啊，小姨妹。对的吧？没错吧？你就叫我姐夫，就简单一点，不然那扯得太远了，那名字也记不住，是吧？对吧，小姨妹？是不是嘛？你真的口音不太好。啊？什么不太好？你不出来是小叶妹。啊？你说小姨妹。小叶妹，我说小姨妹。那是叫你名字吧，你那个叫你小姨妹，你不太高兴的话，就叫你名字吧，叫你黑黑。我在直播间说这个。叫小白吧，小白。都这样吗？啊，这个名字可以吗？我给你起。你开心就好。我给你起的这个名字是。叫他大姐夫，对，可以叫我大姐夫。你记不得我名字的话，是吧？没有人告诉过我你的名字，那你要告诉他呀，要告诉他我的名字呀。我告诉你嘛，好吧？阿伟，阿伟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后面加个哥，阿伟哥。没有考虑，闭嘴吧。他没话说了，那本来就是叫阿伟嘛。他明天七点就上课了。我本来就是叫阿伟嘛，然后加一个哥就阿伟哥嘛。因为我刚刚用筷子就是用反着用的。谢谢点赞啊，谢谢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谢谢点赞，谢谢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奥利给，奥利给！小妹嘴巴厉害，我们家嘴巴都比较厉害。你也厉害吗？就我嘴巴不厉害，我二妹她嘴巴更厉害。你两句话你都吐不成土。对，我就我吐词不好。你那四妹也厉不厉害呀、啊？嘴巴，她不怎么说话的，是吧？她想说话的时候我说不过。小白，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、哦，喜欢吗？人家就不姓白，又不叫小白。一个称呼嘛。他皮肤比较白嘛，所以就是小白，对吧？他们说叫你跟他们打个招呼，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啊、给我的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吧，可以吧？啊？可以吗？好、哦。他说不好，家人们，他说不好。你就说阿伟正常一点。我不是正常吗？我。你像喝了假酒。喝了个真的，有点醉了，有点二毛二毛。你知道什么是假酒吗？不知道。放甲醇的酒。啊？真酒是乙醇，假酒是甲醇，工业酒精有毒。哦。你就像是中毒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你知道吗？阿伟他让我跟他其实没有听懂的。我就像个中毒了。
这么厉害啊！假酒喝多了本来就要中毒。你直播间脸那么红啊，眼睛也那么红啊。我被你妹妹说的脸红了，我说不过她。她是年轻人，我已经老了。才多少岁就老了？哥。我二十岁了，二十岁就有点老。你姐比我小一岁，她19岁。你呢？你多少岁啊？16啊。16。16刚刚好，马上就成年了。16就成年了。你正常一点。18哦，18才成年。看一下妹妹是吧？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对呀、啊。我给你看一下。不打招呼，我同学看到我就找。你同学怎么可能来？看不到的，他们上不到的。你同学？同学没在我直播间。你猜我是怎么吓到你的？同城关了呀。在同城吗？我们把同城关了。同城看不到你，看一下没事吧？今天我才给他关了。他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他不好意思出来。二妹就是眉毛去赶集了，眉毛没有了，家人们。就是你美颜开的太过了啊！你看，我知道你那个美颜开起来看着有点丑丑的。你都没有看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去看了呀！啊，我去看了呀！你在哪里看？看什么？你看我手上是什么？他嘴巴都不算厉害的，我二妹她嘴巴很厉害。你二妹也不怎么厉害的。你看这个好看吗？我哪里厉害的？我都啊！哎呦喂，这美颜也不算那个啥嘛。鼻子都看不到了，是不是你手机里面还有美颜、啊？那我把美颜挂了吧，我把美颜挂了。你瞎好了吗？你太丑了吧你！你别说他，你自己真的没好到哪去，我跟你讲。关了，全关了。你点那个，点这个。挂了吗？鼻子看得到了，再挂了啊、哦！这个米白也挂了。哦呦，看到怎么样了？美也挂了。瘦脸。啊？瘦脸，你看着瘦脸。瘦脸也挂了吗？瘦脸。全部关了，家人们，怎么样？美颜关了，怎么样？也不算很丑嘛。这你姐有点丑，你看这美颜关了。我来。这里。我的话还好，我是男人嘛。你姐是没有化妆的嘛？我是不用化妆的。对吧？美颜挂了就有点丑了，家人们啊！你昨天还说比我白呢，你昨天一直在说，哎，二妹我比你白嘞，现在呢？你看嘛，大家看嘛，我鼻子都是红红的，这两边都是，平时都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就这两个地方一直都红的。师妹你出来一下吧、嗯、他们想看你啊，我不想看他们，你又看不到他们，你看别人的悟空姐。师妹说普通话说得好，说普通话说得比我好。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嘛，他们都想看你，他们都说看一下妹妹。嗯，刚刚看了的吧？你刚才打了招呼了啊、哦？看了。啊？吃饱没有？再吃一点吧。你把这个吃了，我也不吃。不是你自己选的菜吗？你要吃的呀。我没吃。这个魔芋不是你选的？那我选的，你就不吃，放在里面才。那就把你选的吃了。李小姐把你选的都吃了呀，嗯，我给的钱啊。直播间里不要吃了吗？回去给他们吃呗。二妹小妹嘴厉害啊，嗯。
你知不知道你电脑被他吃去了？还好吧，还好。他也是，只是怼我的时候有点凶，平时不怎么说话，是吧？他平时不说话的，是不是嘛？只是想着我是他姐夫，所以就怼我就有点凶。学习好，你就那样吧，只能说还行。就最后说话，我们家都会说话的，只是就是平时问候这些我们都就不会说，但是你要说我们一句，我们就能，我们有很多句在等着你的。这么牛啊！那怎么这么牛啊？但是我怼不过你的吧，阿五哥，阿五哥说十句话我才说一句话的，呀哥。我都是让着你的。你说十句话我才说一句话，你还让着我？对呀。那你要说二十句话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总体来说，我们都不温柔的。你让我们去装温柔，我们装不出来的。不要叫阿伟哥，要叫老姑，知道吧？你看粉丝们都会叫你叫老姑。你有没有？你就是老是改不过来，你是不是叫阿伟哥叫习惯了？你有没有叫我？啊？你有没有叫我？你刚才不是说二妹二妹一直在二妹二妹的叫？习惯了。你看吧。一下子改不过来了。叫姐夫要拿红包是吧？可惜他没有叫啊，我的红包都准备好了，是吧？师妹你叫一下吧，我这红包准备好了。不要啊，不要了，红包都不要。他要叫我姐夫的话，我就给他发红包，改口费是吧？交250啊！我的天哪，你们不要带节奏。他叫姐夫，我肯定要给红包，但是他不叫的嘛。你要走了，我回去写作业。你的作业还没写完。走吧，他。Let's go， 走吧，把这还了我来。哎呀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250大爸爸了，我的天哪！你们这话说的，我要好帅啊！啊？要好帅。那我背你啊？背吧。怎么那么黑啊？你出来。他们都说250大爸爸了，这话太难听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忍不住了。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我忍不住了，我忍不住了，不管他们是吧？这桃子4块钱一斤，昨天我买了8块钱一斤。你买了8块钱一斤啊？这么贵啊？4块钱。然后我以为昨天晚上就只有我跑厕所，结果我问小宁，小宁说他也跑了一晚上厕所。嗯，你吃桃子了吗？嗯。然后小宁说可能是冰，我放在冰箱里面的原因。小妹妹看一下是吧？师妹来。
你先养好自己吧，好吧，先养好自己，再养。你给我一场戏，空落的森林。小妹来打个招呼。没事的。来吧。穿的是校服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穿的校服，你刚刚演出过去的，早就被截图了。没事，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你个腿。我对着那边的，他们在想看你来，他不想。他不想出来啊，家人们，他不想出来。走哪边啊？你车在那边。去那边干嘛呢？去那边，我们在后面。走这边吧，走这边吧。谢谢点赞。对呀、啊，他不想出来，粉丝们非要看。不抢球，对对，对的对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的对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不出去，不出去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！累了累了，挂了一天了。下播了，家人们，下播了。叫儿子嫁给她老公，什么意思？下播了啊、哦，下播了，没关注的关注一下。然后下播了，我要开车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关一天累了，拜拜家人们，拜拜，拜拜，对，拜拜，打个拜拜，拜拜拜拜。